Today's vegetarian elit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ex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Bulgarian, Dutch, French, Germ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自古以来就一直有那些默默付出勇敢的英雄们，他们珍惜爱护所有众生的生命，拥有大慈悲心。这些开悟的众生已经深刻地洞察到，动物也像人类一样有感觉，能够体会爱、勇气、呵护、痛苦、悲伤与种种其他感受。这些开悟的人是英雄。 他们对抗时代潮流和社会准则，并过着慈悲素食的生活。他们有高雅的理想，他们的慈悲值得嘉许。这些英雄是谁？包括过去开悟的名师、瑜伽行者、灵性导师、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名流与一般的百姓。 为了表达钦佩与感激之意，我们的节目仅代表动物朋友，还有在这美丽地球上的芳龄，赞扬这些慈悲爱心的素食精英。 无上师电视台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素食精英》。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世上最传奇的灵性导师之一——老子，并纪念他2580周年诞辰。老子是伟大的开悟名师，也是著名的哲学家。他是西元前6至4世纪的中国人，人们尊奉老子为 道德天尊及太上老君，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他的著作《道德经》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广为流传，至今仍是灵性的宝典。而且，老子的思想在整个华人世界，不止华人世界，因为老子这部书现在翻译成外文，大概有几百种。 有关老子的翻译很多很多的。虽然《道德经》是老子生前的唯一著作，但它始终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之一。它永远指引我们正确的生活方式。它主张我们的生活必须合乎道，也就是宇宙的本质。 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欲望及批判，才能找到内在的真理。青海无上师对徒弟开示时，曾解释《道德经》里老子隽永的智慧，以易懂的比喻，教导我们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Be at one with the dust of the earth is difficult, difficult, especially when we have position in the society, especially when we are little enlightened, especially when we know what is what. The more we practice, the more we feel humble, the more we feel very sensitive, very, very sensitive to everything. You feel you are very insignificant to complain about everything. And that is when we are united with heaven. And then we feel balance in our life.
Now, he who has achieved this state is unconcerned with friends and enemies, with good and harm, with honor and disgrace. This, therefore, is the highest state of men. All of the Kuan Yin practitioners, more or less, in some state of your development, would feel this way, right? Would feel we are unconcerned with good and bad. Doesn't mean we go out and do bad things. But we just unconcerned, right? It feels lik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us. Even with honor and disgrace, like somebody blame us, somebody scold us, we don't feel so hurt like we used to do before, right? You have been one with the heaven. So you learn the art of balanc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yeah? So you just stay in between. So nothing can affect you so much. So the highest aim of us is to attain the state of balance according to Lao Tzu, Tao Te Ching. 全球各地许多科学家、学者、哲学家和作家 都深受老子所启发。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巨著《中国科学文明史》一书中，大力赞扬道教具有真正的科学宇宙观。日本物理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在他的著作《创造力与直觉》里，对于老子能预知20世纪的工业发展， 也就是2500多年后的事，他相当赞叹。另一位著名的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博士在自己的畅销书《不平凡的智慧》里赞扬道教拥有最精深、最完美的生态智慧。历史记载，由于老子德高望重，并且学识渊博， 他曾经担任周朝王室的守藏吏，知名的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家及中国历史权威阮芝生教授表示，老子是一位历史专家，也是政治家。他当过周朝的这个驻下使，或者是守藏吏，那也就是他负责管理那么周朝王室的国家图书馆。 因此，他有机会看到全国最多、最丰富的图书，他也有机会接触到全国最有知识、最有学问的人才，所以他可以说是当时最有知识学问的人。那其实他也可以说是最有政治智慧的人。他对于历史上各个王朝的盛衰兴亡、人事的成败得失， 他都非常了解，但是他呢，不是权力者，他在权力中心，他冷眼旁观，他对过去的历史非常了解，对于现在的政治的变化，天下全国天下的这种各种活动，他也非常了解。老子的知识不仅限于政治而已，他的灵性修为及圣贤的智慧 吸引了许多人。据说，与老子同时期的中国著名哲学家孔子就曾向老子学习礼法。名师孔子见过老子后，心有所感地对学生说：“老子就像乘风云而上的龙，智慧深不可测。”青海无上师在开示中常提及老子及其智慧。 他在1993年老庄与天堂音乐这场讲经开示中分享了一些洞见，说明老子高等的灵性。我们记得看庄子的时候，他有一次描述那个老子像一条龙一样，有没有？他说老子他坐在那边 像一个尸体一样都不动，不过我们会觉得他自己像一条龙一样，然后在那个很神圣的、静静的那种
境界会冒出来很大的声音，像打雷一样，好像这个声音呢、啊、是从天空下来，不是从那个深深的地下面冒上去，不是从天地合起来造成的这个声音。那我们修行观音法门的人呢、啊、看这两段庄子讲话，懂不懂他讲什么？有讲到内在的光，讲到那个天上的声音。平常庄子也会讲到那些啊所谓的天堂的音乐，不是我们上去那边看，而且我们坐在哪里都看得到，因为我们本来是跟万物同一体，我们跟道同一体的。的确，道可道，非常道，因为道是内在的体验，也就是内在的光与音。我们要去静坐片刻，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为何经过了2500多年，老子的教理仍可应用在今日盛行的环保议题上面。欢迎回到本周的素食精英特别节目，老子与天道和谐一致。我们来仔细研究老子针对人类、环境与众生这三者的关系所提出的理论与作为。老子指出，人类与自然密不可分，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狱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德经第25章。伟大的圣哲老子表示，宇宙包含四个要素，每个要素都有自己的作用与功能，但同时也相互依存。我们的行动与宇宙整体密不可分，它会深深影响宇宙的和平与和谐。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暨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吾先生提醒我们，老子所奉守的圭臬，他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这他认为三个最重要的一个他的整个教育之宝了，三宝。儒家讲孝，道家讲慈，佛教讲悲，它代表一种对人类的一个关怀，一个 concern 啊，一个 love 都可以。但是这个慈，它强调自然，比如父母对子女是慈，子女对父母不叫慈，对叫孝。所以孝是自觉，觉醒嘛，自觉。那么慈它是自然，在虎毒不食子的慈。大家认为说，就人类其实最应该学习的是天地，是自然，所以他强调是慈爱的慈。其实这些准则适用于生活中的所有层面，也包括环境在内。老子在著作中解释，万物都源自于道，所以万物本质都相同，只是外形不同。根据老子的说法，天地孕育万物，也包括人类在内。人类不但应该尊敬天地，也应效法天地无私的美德。人类应该积极协助天地，维护宇宙的生命循环。因此，我们请教阮之深教授，老子如素是不是因为灵性、慈悲、简朴及永续等因素？那么现代人因为肉食太多，肉食伤害人的身心灵，污染并且浪费水源，
破坏森林，杀害生命，是危害地球。所以为了拯救地球并帮助人类快速提升进化，所以现在有许多人提倡素食。那在老子的那个时代因为是战乱的时代，所以一般人民他们没有肉吃多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老子说我是素食啊，你们不要肉食，但是更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老子是肉食者，老子是肉食者更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的。而且从老子的思想来看，他显然不会肉食，也不应肉食。比方说第一点，老子自己讲啊，我做人处事有三个重要宝贵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慈啊，俭不敢为天下先。那第一个是慈，慈就是慈爱慈悲，所以他对众生的一切颠倒无明痛苦他都怀抱着一种悲悯啊，宽谋宽谅同情疼爱的心啊。所以按照老子书上的记载，他连别人欠他的钱他都不会去追讨啊，所以他更不会去杀生吃肉欠动物的命债。第二点呢，我们知道老子他反对战争杀人的，在道德经里面有讲，他说最会打仗的人是不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啊，那么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用政治智慧解决问题啊。如果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一场大战打下来啊，不论输赢，双方除了死伤人命之外也都会导致农业收成不好啊，会闹饥荒，会甚至导致灾疫的流行。那第三点，老子他也反对打猎杀害动物啊，所以他讲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那打猎不但伤害动物的性命而且对人也非常不好啊，追逐格斗容易导致人心的狂乱，失去正常平衡。第四点，老子主张饮食呢要平淡，不要滋味厚重，所以他说五味令人口爽，也就是我们不要贪图口腹之欲，贪图食物的好滋味，食物滋味厚重会让人不知分辨真味，真正的味道，至味啊，就是至高至美的味道，让人容易那么走偏迷失。所以修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进一步可能就要用道家的话来讲，就是辟谷，就是辟谷，辟谷也就是要闭关绝食啊。在那个时候他不但不会杀生吃肉，甚至连饭菜都要少吃，连五谷米饭都要少吃不吃。有这样的思想，他怎么会去杀生吃肉呢？真正的道家早期的道教徒他们都是戒杀护身素食的啊，比方说东汉时代张道陵他所创的五斗米道啊，他们就是吃素的。那他们也有一些有关戒律的一些经典啊，像太上老君，老君说180戒，这个第四戒就明白讲不得杀伤一切物命，就是不能伤害一切的生命。还有老君20戒这本书讲勿食寒血之物，所有带血的东西都不要吃啊，这是很明白讲是不能杀生啊，是素食的。那甚至到了以后这个金元之际，那么这个新兴的道教就是所谓全真教全真派啊，他们的道士为了修道也是离家独身，那么素食清修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早期的道教徒一开始就是采行素食的，后来的道教徒很多也都是遵循这个传统的。既然如此，老子会是一个肉食者吗？我个人认为老子可能自己吃素啊，教自己的弟子吃素。
如今气候变迁，已使地球岌岌可危。古圣先贤的智慧及全球领袖都呼吁我们要改变日常习惯，更慈悲，更关怀众生，多为地球家园设想，慈悲对待与我们同住美好的动物。素食是自古以来就提倡的饮食，我们应该采行植物性的饮食。老子在《道德经》第58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事皆互有关联，且永远无常。明白了这点，我们就燃起一线希望。每个危机的背后都代表一个转机，透过我们谨慎的选择及明智的因应，我们必能早日逆转地球不幸的处境，进而创造人间天堂。亲切的观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素食精英节目，与我们一同探究中国伟大的开悟名师老子的生平与教例。敬请于下周继续收看本节目。无上师电视台将为您介绍另一位素食英雄。接下来是师徒之间节目，愿您的生活拥有美德与天国之美。We appreciate your gracious presence on today's Vegetarian Elite as we explored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Lao Tzu, the great Chinese Enlightened Master. Please join us again next week as we honor another vegetarian hero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Coming up next i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May your life be blessed by virtues and heavenly beauty.